商場要有三間鋪嘅，三間鋪啊！我都係第一次嚟呢度咋，我而家先發覺原來三間咁密集，同埋每間都有成幾廿人咁多，咁主要係競爭嘅需要嘅，即係我開分行咧，喺市好嘅時候，我嘅政策就叫亂咁開啦，開到蝕本為止啊嘛。 但係啲行開得咁密，啲同事之間會唔會競爭啊？當然有競爭啦，最初有啲同事話：先生，唔好開隔離啦，開遠啲啊嘛。都有危機感啊！搶咗我哋啲生意啊！咁我同佢講：生意唔係上天呢份分俾你，嗰份分俾佢噶嘛。生意都係競爭攞翻嚟嘅嚇，我唔開，行家開會唔會搶你生意咧？ 行家開咩人搶你生意？敖先生，我哋今日準備咗一個遊戲咧，就叫快問快答。咁個要求咧，就係要你喺最短時間裏邊俾出個答案嘅。嗯。你覺得你後生嘅時候係咪一個熱血青年？係。請用三個形容詞去形容當時參與社會運動嘅自己。有理想唔怕死。三個喎。我仲要三個。 得啦，唔够啊！当呢条打拍夹咯，冇所谓啊。当时嘅你有冇掟石？有。有冇被警察追？追过警察添。咁紧要？你觉得当时嘅你暴力啲定系警察暴力啲啊？五、四、三、二。但系警察暴力过我嘅。 我想問下你咧，你細細個三歲嘅時候就跟住爸爸嚟咗香港啦。你就住喺深水埗工廠宿舍。嗯。當時嘅你形容自己係住喺紅番區，即係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俾我哋聽點解係紅番區咧？紅番區就係一個就係基層啦，生活嘅地方，啲人多數冇乜錢嚇，經常會開片啦嚇，因為我哋嗰度。 工廠區啊，貨倉啊，有啲孤呢揾食噶嘛，咁你又唔好撈過界，你嚟咗我度搶我啲生意，咁都係一個龍蛇混雜嘅地方。係啊，另外又有賭檔啊，嚇、啊，即係總之可以講某種程度咧。 政府嘅管治唔算好到位嘅地方啦，即係我老豆教我咧，就叫呢個世界拳頭在近，官府在遠，唔好逞強，唔好以為可以據理力爭，咁但係呢一個成長經歷點樣影響到你去睇？ 社會資源分配啦，同埋點樣睇嗰種勞工階級嘅待遇咧？一個我覺得呢個世界唔公平啦，因為我嗰陣時見過棄嬰，咁我覺得哇，一個初生嘅嬰兒正係有好好嘅將來嘅時候，你係俾人放棄咗喎，我行過想望多兩嘢，老豆一手啊戚。 走我啦！咁多事做咩？自己屋企都未顧得掂，顧人哋嚇。咁我覺得唔應該讓一個大好前途嘅生生生命就此了結噶嘛。一個社會如果讓一個生生生命就此了結，係咪好唔公平、好悲慘咧？咁另外我見到啲大檔。
每日依時依後有架衝鋒車嚟到，有警察便衣噶啦，嗰啲入去嚇，跟住一大包嘢攞出嚟，梗係收片啦嚇。咁呢啲係嘛？我覺得係社會唔應該有嘅嘢。我亦都見過有人即係黑社會陳仇啊嗰啲，話有個人喺街行下，突然間四五條友喺後面衝出嚟，一手將個人兩隻手滴後面，一滴滴起佢兩腳離地啊，喐都冇得喐啊！即係下半翻唔到力，跟住俾人喺身口有啲報紙包住嘅嘢喺身口懟落去，哇！睇住啲血紅眼紅曬流出嚟，可能牛肉膏啦、生果錯啦，我唔知啊。嗰、那個人啊，初初猛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跟住之後嗌救命冇用嘅，啊要命啊要命啊放過我啦！咁我只能夠根據老豆嘅教導，對於呢啲黑社會啊呢啲地方勢力咧，就叫敬而遠之嚇、啊，你唔好多時講，見到就快脆啲走。爸爸一路都教導你唔好多事啦，即係唔好據理力爭啦。但係喺1967年，你經過新蒲崗，即係我睇嗰啲訪問咧，就話你喺觀塘搭車見到喺我喺九龍新搭緊去嘅觀塘，我翻屋企會由太子道翻觀塘，一定經過新蒲崗噶嘛。咁我都有睇下報紙啊，睇下新聞，知道新蒲崗當時人造交翻。啲工人喺處爭取權益啊嘛，係一個乜嘢嘅情緒令到你要落車？呢個唔公平嘅社會，有人爭取權益，我自己唔夠膽下下強出頭啫。有人出頭嘅時候，我覺得第一個我想了解一下佢哋做緊咩嘢嚇。咁初初冇諗住一定去參與嘅，參與都知道參與係。要付出代價嘅，咁但係去到嘅時候，你就好容易被當時嘅環境所感染啊，就會你話一時衝動又好，或者你係壓抑咗好耐嘅情緒，一下子咪爆發出嚟咯。當時係有企喺工人嗰邊，然後同警察對峙嘅喎。係初初係。遠遠睇住先嚇，咁、見到人哋嗌口號啊、成啊，咁啊越企越埋咯。人哋嗌我又嗌咯嚇，咁啊第二次再去咪大膽啲咯。你頭先都好快咁承認咗你係有參與嘅。咁有。咁我話年輕嘅時候已經覺得個社會唔公平啊、唔合理啊，咁覺得應該係。去爭取一個更好啲嘅社會噶嘛，咁要爭取一個更好啲嘅社會，就要打爛現有嘅建制，先有新嘅可以建造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咪覺得破壞係建設嘅開始咯。而當時你係好深信冇諗咁多嘅，咁人哋掉你又掉，你發覺。警察好似俾你掉兩，好似向後褪喎，咁有人衝你咪又行前啲咯。其實你係勇武派嚟嘅喎。咁算唔算勇武咧？咁相對嗰啲工人，我都屬於即係中學生嚇，顧忌都比較多嘅嚇，都有勇武嘅同時，都有一定嘅。顧忌啊、擔憂啊，都有嘅。嗰個做緊嘅嘢，其實同現在嘅年輕人做緊嘢，其實好類近嘅。我相信而家嘅年輕人所要冒嘅風險係少過我哋嘅。我哋一個就會被學校開除啦，如果被警察拉咗，
要坐監啦。好多年青人已經被判咗噶咯喎，但係判嘅比例相對同以前比係嗰、那個我相信爭好遠，因為而家做嘅時候你基本上亦都揾到一啲社會人士啊、支持啊、傳媒，但係冇啊！支持咗之後，但係佢哋仍然都係但係成為英雄走甩咗個戰嘅比例好多嘛，拉到嘅比例好少嘅，咁個風險度相對低好多，因為你真係感覺當然啦，爭好遠啦，唔係我真係感覺到。實際上是的嘛，拉到那些閒閒地派傳單不夠年齡，我都有學拉了入了赤柱 YP 倉啦，16歲而已嘛，都坐成年了，有些還要打藤添。但你知道現在其實拉的話，就是如果是暴動罪的話是四年起標嘛，但是很多没判成的嘛，即是在未判之前他们已经坐了超过一年了，但是这个现在的比例差很远，即是我自己当然你说你觉得很严重，但是多少人参与有多少被拉有个比例的嘛，即是起码我接触的年轻人那个对被捕嗰個恐懼擔憂冇我哋以前咁嚴重。而家我當然會接觸年青人啦，我唔會叫佢話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噶，我都話應該係去追求理想啦。問題你嘅理想唔應該係人哋話俾你聽。什麼是政治正確就當理想的嘛，你要去在社會裡面實踐觀察，又要了解理想和可行性的關係，還有你的政治運動你的定位正不正確，是不是可以真正達到你的目標，抑或你做到出來的事同你嘅目標更加遠離，咁我會同佢去分析嘅，嚇、啊！即係如果佢哋願意同我傾，我咪同佢傾咯。但佢哋可能、通常佢哋會點反應咧？施永青，你堅離地啊！即係佢話我，佢唔啱聽就話我堅離地。我話我喺呢個世界要生存嘅，我喺。我做生意的，如果堅離地一早執笠啦，嚇、啊！我靠阿爸阿媽養就可以離地，靠自己就冇得離地。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而家都是。跟梁國雄先生是什麼關係？我都在甲馬文的外圍啦。OK， 仲系咪朋友？唔系朋友啦，因为冇得恩爱啦，冇得恩爱啦。呢度我哋有一张相，你有冇印象啊？有，呢个系都系甲马文一啲朋友啦。這個同盟裏面的成員有沒有哪些人的經歷是你後來知道特別深刻的，即對你來說、你估不到他會有一個這樣的轉變的？有些當然積極，曾經有一度很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的，但是整下整下應該這群人裡面主要剩下長毛就在政治圈仲係活躍。七十年代的時候你認識了長毛、梁國雄梁耀忠啦，同埋劉山青啦，呢啲我哋叫做盟友啦，咁就組織了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唔係冇組織，我係佢哋嘅外圍，冇組織參與佢哋嘅活動啫。咁但係你參與呢件事本身，你係協助緊啲乜嘢，同埋你點解會參與？唔係叫做都係對資本主義社會唔完全認同嚇、啊，認為世界可以有資本主義制度以外的更加合理的制度。而托派其實是主張暴力革命的。托派主張那些叫做不斷革命。是的。列寧那些叫社會主義可以先在一國取得勝利。但托派呢就是認為要全世界都變成社會主義先至叫做革命完成，佢話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先可以解放自己。長毛著件 T 恤身口嗰個咪叫捷古華拉咯，佢都係一個托派嘅主要人物啦。頭先都係啦，係當年。上個星期，五位在立法會補選勝出的辭職議員再次宣誓重返議會，由他們發起的一場變相公投運動亦都告一段落。戶出公投，人民抬頭，今天不投，廿分鐘不投，李嘉誠不投，我們投，請大家盡快投票，快投票要盡啊，少了幾個人投票我梁国雄亦都系翻翻去原来选区新界东参加补选。佢话早喺2000年参选立法会嘅时候，佢已经喺政纲提出要求全民公决，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同立法会。你有冇印象呢个事情？呢啲梗系。新聞報道入邊見過下啦。而家個問題就係香港嘅民意啊，長期受到呢個歪曲。我哋要就係佢呢件 T 恤就係剛剛佢好多條 T 恤嘅，咁呢邊嘅頭已經細咗啲㗎啦。我覺得其實用溫和激進形容，我都唔知點形容。其實我哋真係好溫和啊。自從呢一個五區公投運動之外，我哋有冇發動過暴力嘅示威咧？到底我哋係咪希望？動員群眾去支持我哋嘅政治綱領，抑或唔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嗰個唔可以講得話係一個群眾運動，唔可以講得係。但係我哋畢竟係一個有群眾參與嘅政治運動，用一種投票嘅方法去做嘅政治運動。特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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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啲投票，快啲投票，阿爺吹雞。阿爷吹鸡，煲仔跪低，煲仔跪低，我们有权投票，我们有权投票，无需阿爷批准，无需阿爷批准。最后一个钟头，民主抗争已经挨咗三个月，梁家杰同大家讲，补选当日，港大总共访问咗2300多人。对于今次选民出嚟投票嘅原因，票站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人系基于尽公民责任。响应公投运动而投票的大概占一成。各位在场嘅，请大家尽快投票，尽快投票，尽量。调查又问，投票的选民究竟支持定系反对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呢？结果显示有近六成人反对，支持的有一成三。我系送俾曾荫权嘅呢个吓。咁我真係估錯咗，因為我估有25%至30%，咁我亦都低估咗呢個特首同埋30年嗰個影響力，亦都低估咗呢一個泛民主派主流派唔贊成公投嗰個影響力。五位辭職泛民議員經歷普選，
全数重返立法会，保住泛民阵营在议会入面就政改方案的23票否决权。不过能不能够团结一致，仍然有待观察。刚才我们看片的时候，你看到长毛啦、梁国雄啦，他应该其实那个时段其实已经是加入了议会好一段时间的，已经是之后的事了。那当时你知道他要加入议会，你的反应同埋你觉得是怎样的呢？我做生意之后咁啊，经济条件好啲啦，啊咁佢要搞社会运动，梗系冇太多嘅收入，咁有时经济上都节制下佢嘅。佢因为我觉得当时点解会节制佢咧？我觉得长毛喺嗰个年代仲有一个积极作用咧，去批判下资本主义。咁但系到佢参加议会，去爭取香港的民主的時候，我就覺得他連批判資本主義的功能都沒有了，他唯一的功能就是跟中國共產黨對著幹。但是怎樣決裂呢？梁國雄入議會的時候我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好像叫挪拉出走之後，其實這篇文原本是講個挪拉在離開了他，即是當時女權是被壓抑的嘛，他想獨立離開了家庭之後有什麼出路。我離開了家庭就是一是去做妓女，一是就接受呢個原有的男權至上的社會的支配。即係我意思話，長毛如果去入議會，某種程度咪違背了托洛茨基要不斷革命，因為議會道路是托洛茨基反對的嘛，咁、啊、所以。我認為他走那條路只會跟他原本的革命初衷越來越遠離的，也沒有出路。但是因為那篇文章，所以因為那篇文章他以為我挖苦他、啊、我聽人家說他很不高興、啊嗯、但是事後都還有一些活動會、一起出席一些論壇、他已經是有些即是人身攻擊的了，所以後期都沒什麼交往了。可能即使他當了議員，他進入了議會，他都沒有停止去批判的。不是，他後期做的那些我認為類似昆德拉所說的媚俗的了，是眾口一詞說那些都是標準化、樣板化，都沒有了格馬文的特色啦。你由幾時開始覺得對社會主義破滅？一個觸發點咧係1976年。周恩來死的時候，北京的一場學生運動，我開始對四人幫真、學生運動開始有比較強烈的反感咯。咁同埋，如果我當時其實是支持鄧小平啊、周恩來的，所以係改革啊或者走現代化的道路啊。就反對極左路線嘅，咁所以嗰次之後咧，我就對社會主義就覺得行唔通。你嘅事業同埋你經歷咗對於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嘅一種破滅之後，你投身嘅行業係地產。咁人要生活噶嘛，我喺資本主義社會，你只能夠
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去生活，即是我跟香港的搞政治運動的人說，你在中國的一個特區下搞政治運動，你都是受制於中國的大環境時空的限制，如果你追求的東西超越這件事的話，你徒勞無功的，所以我只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只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是打工一是就創業的啦，我又不想打工殺人二分四，還有我也都想嘗試我的分配勞動成果的方式，咁我只能夠創業，我先可以分配我間公司嘅盈利噶嘛。馬克思，我頭先話對資本主義嘅批判咧，好多而家都成立嘅。老子係我信仰嘅一個哲學，但係普通人唔係咁容易理解。我唔係好識麥希恩。嚇、啊？隔離呢個？哦，對唔住，對唔住啊！唔緊要。哦，我就邀請麥希恩好啲啊，靚女啊嘛。好 ，thank you。咁我都邀請我自己咯，但係我想象唔到會邀請到 A 喎。係啊，佢點解要嚟參加你嗰個馬克思主義嘅研討會咧？佢都覺得自己好識噶啦嘛。因為教書我都冇牌，要無牌教書。我教書嘅時候，我都冇牌喎，但我教緊。唔係啊，你我都而家都喺大學有乜乜閒頭添咩？但係實際上，我認為我冇呢個資格咯。地產我算做得都唔太差，同埋咁多人跟我揾食，我唔可以一下子放棄佢哋噶。我想象不到任何一天我會投身地產行業，我都是馬死落地行，走投無路呢要做，所以你咧應該學歷加入中原地產。唔係啊，我話你學歷啊好過我，環境啊好過我，所以未需要走投無路咯。咁啊，梗係特朗普好啲啦！地產係冇規則嘅競爭嚟噶嘛，要識得出位啊，要應對一啲特殊嘅環境啊。咁我相信特朗普喺呢方面勁過林鄭，佢應該做過 agent 啊，應該起碼佢扯過雕啊。佢有一本書叫唔記得好似類似 How to make big deal 嗰類咁嘅嘢嘅，嚇，即係佢認為自己係砌雕能手嚟噶嘛，咁所以做 agent 梗係有利啲嘅。梗係買樓啦，現今而家鈔票個個都喺處量化寬鬆猛咁印。印得多就唔值錢噶啦，梗係揸啲實質資產啦。我哋呢啲無產階級，我哋啲現金都唔夠買樓。唔夠你可以買。我即刻面對咗現實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咪買樓同埋揸現金嘅時候？可以買地產股啊，買地產信託基金啊。所以我都係做唔到地產，我完全聽唔明。做地产经纪要抱住乜嘢心态呢？由呢两个培训班嘅传授内容就可知一二。所以我哋翻得工嘅，我哋一定唔可以带呢两嘢翻嚟。我哋良心自尊心，
唔都要帶翻嚟，咁你先可以做到公平，先至可以做到專業，咁你先至可以係兩方面都係冇清晰嘅。我就冇教過啲同事。如果你憑良心做嘢嘅話，你苦心自問，可唔可以公平？可唔可以專業？一定可以都影到嘅。你憑良心啊嘛，良心一定係偏嘅，空有一身好本領，但係你冇信心，冇夠人炒友啊嘅話咧，一定打低人哋一兩班。呢行會係一路係咁淘汰淘汰淘汰。呢、這個我同整翻落嚟嘅精英，係真係好似依家市場講，哇年薪過百萬啦、啊，幾百萬年薪啊嗰啲，養件命先，到旺嘅就揾新家，因為用家就係養命，炒家真係富貴，有炒家嘅時間就富貴。你哋入得嚟跟得我嘅，我就要個個富貴。我咁樣巡行嘅，我會睇到啦。個 supervisor 仲喺唔喺度？睇到入邊啊，得兩個 sales 喺度咯，個 supervisor 就唔喺度。嗱呢邊有一間嘅喺左上，嗱咁出邊連一個 sales 都冇嘅，得個清潔阿嬸喺度咯。中原地產嘅伍克強去咗美國啦，呢個人是由佢管轄嘅三間分行，發覺有啲經紀工作散漫，連分行主任都擅離職守。啲 sales 嘅心口弱啦，幾個 sales 都喺度玩緊梳頭睇報紙啊！依家咧就連啲主任級都開始冇曬建議咯，即係好似傳染病咁，一個傳一個就會傳開曬佢啦。醫得到嘅就盡量醫，醫唔到嘅都要毀滅佢啦。毁灭啊！哇，用到咁。伍克强当日下昼就即刻召见所有分行主任，而且要求工作散漫嗰两个自动辞职。依家我唔系要叻人，我要有信心、有战意嘅人。有信心做嘅，我会继续留；如果环境恶劣嘅，我都要接受市场嘅现实，可能都会收。咩年代啊？可能会收好多铺。邊個鋪冇封存嘅，我都會收咗佢。我會留翻啲子彈繼續打落去。咁你哋自己執生啦，唔係我死先，係一定係你哋死先。就算大家鬥燒柴嘅，我嘅柴房都厚過你哋。所以唯一可以解決方法嘅嘢，就係你哋自己點樣攞翻啲戰意出嚟，做多單生意。弱肉強食係呢行嘅即基本嘅呢個生存條件。你嚟嘅時候都知嚇，你而家喺森林裏邊。喺森林裏邊，如果你喺森林裏邊要做只兔嘅，啊，你咪做只開心嘅小兔咯。但係好快就唔見咗呢只小兔噶啦。你要喺森林裏邊做只老虎嘅，我哋做唔到老虎唔緊要，我哋做山狗。喺呢個市況裏邊就要咁樣做嘢啦。至少我哋每個同事都能夠團結，做山狗都好啊，大佬。山狗係聯群結隊出動嘅，一出動咧就個個都揾到食嘅。三號放盤，三號。香港置業嘉湖山莊分行的林偉華，大學畢業之後就入了地產代理這行。他認為做這行要懂得玩心理戰，同時還要懂做戲。譬如咁，個客咧就佢嚟到啦，咁樣咁啊15、16啦，咁啊睇中咗個單位，價錢咧就差唔多。我哋當時咧會做一啲，即係令到個客情緒係即係比較高漲啲嘅一啲動作，咁咧就會。個 agent 即係譬如肖玉生咁樣，佢會即係激動啲啊，或者係同即係真係打電話俾個業主，咁咧就同個業主真係喺度拉鋸，就係話你唔好賣俾第二個啊，我個客真係喺度噶啦，佢依家可以決定到噶啦，你真係等等我啦，你唔好賣俾第二個啦，點營造一個氣氛，即好似睇戲咁啫嘛，套戲你明知佢答出嚟噶，譬如我哋有幾個同事咁嗰日可能都有客會睇樓嘅，咁就約埋即係幾個咁樣。就會想去同時睇一個單位咁樣，咁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個客自己都會感覺到就係哇好多人上嚟睇，如果經我哋買賣嘅話就是、絕對超值，即係淨係睇我哋台戲就真係值回票價嘅。有兩樣嘢唔可以帶翻工嘅，一個係自尊，一個係良心。人咧個個都有良心，良心咧係自己嘅價值判斷，因為每個人都有價值判斷嘅。所以你話唔帶良心係做唔到嘅事，因為個心點諗嘢唔係你決定噶嘛，你叫你唔好諗嘢，你都做唔到啦，係嘛？咁所以良心咧，我唔認同，但係自尊咧，我就認為人人都有自尊嘅，不過做呢一行咧係需要有 EQ。
即係我表達方式好過佢嘅。我做春年，我同啲同事講，做呢行咧一定要有 EQ， 就係、是、要有食檸檬嘅能力。即係人人都唔中意食檸檬啦，俾人拒絕有咩好啫？我哋呢行成日都俾人拒絕嘅，邊有咁好彩？你叫業主賣，業主就賣啊，嚇！咁你叫佢賣，佢唔賣，呢個價錢唔賣啫，你換個價錢可能賣咧，嚇！朝頭早唔賣啫，夜晚黑會賣咧，嚇！我咧就同啲同事講得好清楚嘅，我話做呢行。做的是什麼工作呢、說得難聽一點呢，就是要人家放棄理想，面對現實。業主呢開始的時候當然有理想啦，有一個希望賣到很高的理想，但是你的工作是什麼呢？你要告訴他市場的現實、你樓上的單位景是漂亮過你、賣咩價錢呢？上個禮拜賣咗都係呢個價錢，你要俾啲現實佢睇，咁佢慢慢咪面對現實咯。你係將雙方嘅理想一路一路放棄扯近，咁最後咪先搣到噶嘛嚇。即係通常一個談判啊，開始嘅時候就有一個理想，有一個底線嚇。最希望買到咩價，最少有咩價，買家咧就最好買到咩價，最多俾咩價，嚇、咁底線佢唔話俾你聽嘅，嚇、所以初初咧理想嘅價大家都唔 match 嘅，咁你又要不斷去了解佢嘅底線，原來底線 overlap 嘅，咁你咪有機會成咯，嚇、咁呢個係。談判扯價的過程，咁我呢個分析是符合實際啊嘛。如果你純粹話啊，我哋出賣業主利益，出賣買家利益，梗係人哋覺得，但實際上你是叫佢放棄一啲理想去面對現實啊嘛。咁呢個係事實嚟嘅。當你將個事實講出嚟嘅時候，人哋唔會覺得你是想呃人嘅喎。其實不止一次提到，其實你的管理方法是無為而治啦，係奉行緊老子的思想啦。你有冇印象有任何一樣嘢就係你出手叫停過，而你覺得嗰樣嘢係真係違反咗良心，或者覺得好唔啱咧？心嚇我何來都知道，我叫停過嗰啲叫湯鋪，即係湯場啊，揾間酒樓翻嚟，將佢切割成一個個細鋪。然後賣出去嚇，嗰、個咧我就落個 order 公司唔俾再做呢啲湯場鋪，原因就係大部分呢啲湯場設計出嚟嘅時候又話可以做乜可以做乜，事後多數唔成功嘅。咁你叫人買咗以後，人哋租啊租唔出，做生意又冇錢賺，咁啊影響。我哋嘅聲譽又影響我哋嘅客路，嚇、都有啲同事以前賣過呢啲，嚇、即係搞到俾人哋賣咗俾個黑社會投資，俾人哋打到趴喺度，即係眼都爭啲盲啊！我咪話俾你聽，呢啲嘢真係冇陰功㗎，唔好隨便做啊！我就又。有叫人哋冇做，但係唔做啲炒家都話：哇，師生你扮嘢咩？生意都唔做，我俾七個傭你都唔做，我幾多個傭都唔做啦。有個關於
你公司的一個廣告，我哋睇咗 research， 我哋好想跟你分享。係咩咧？啱啱講到你哋有員工可能即係已經五項訴求缺一不可嗰啲啊？類似啦。咁我哋有分別係喺黃大仙區咧，就會有催淚架啦。嗯。咁因為嗰頭就催淚彈多啦。想招人哋關注睇個廣告嘅啫，冇政治。內容啫，但係我哋亦都有亂世筍盤同埋光復筍盤喎。呢啲同埋有非暴力劈價喎。呢啲係 sales 招來之術，毫無政治內容。毫無政治內容啊？嚇，招來啫嘛！你估佢即使有政治內容都唔明顯。之前有啲直情寫五項訴求缺一不可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低啊？你會唔會唔中意佢咁樣做咧？即係你會唔會勸咗佢唔好咁做？如果你知道的話，這些我就係鋪位門口黐出嚟嘅啫嘛。我知道有啲區係好黃噶。咁我基本上就係一個唔會掩藏自己。政治立場嘅人，佢哋對我嘅政治立場都清楚啦。我開月會都分析形勢啊，我都照講政治嘅嚇。咁當然嚟得月會聽嗰啲都受我嗰套嘅多啲嚇，都一樣佢哋有人拍手，有人勝嘅嚇。咁有冇人唔認同咧？我梗係知啦，我。管理層的兒子都有啦，阿媽跪在樹叫他不要去，他最後都去。有一個是送了去外國，疫情又回來立刻又去過，年輕人間有他的堅持啦。我這麼多同事很多是後生噶嘛，我同事中被拉嘅都唔止一個啦，等緊判嘅都有啦，本來有啲公司係炒咗噶啦，佢走嚟同我講，佢話佢好需要嗰份工，我咪俾佢留喺處做咯。咁有啲同事話唔好啊，先生，你俾呢啲人留喺度。哇！我哋可能有啲客唔幫襯我，我唔緊要，呢個等我嚟面對啦。你都包容嘅，即如果係你公司嘅員工，即根據你嘅講法。咁佢譬如嗰個，因為去搬巴士站去堵路，就俾警察拉咗嘛。咁我話你都好難洗得甩，因為有線電視台影到你清清楚楚。咁佢而家好似警察好似有機會唔告佢喎。咁我同佢講你與其我幫你俾律師㗎，我話你揾你啲戰友提供嘅律師係同法庭鬥爭冇益㗎。我話你不如為自己謀條出路仲好啦，嚇。咁我話而家好似。甩甩地添，我聽佢講。咁但係仲有繼續翻工，繼續一路。我有俾佢翻工，因為佢話行過，即係唔係特登去嘅，梗係特登去嘅啦。佢嗰日有新盤開嘅，開一下中途走咗去。但其實某程度上，你之前講得咁狠心，即係話啊，佢哋要自食其果，但你都係幫嘅喎，其實。我不認同他去做這件事，我說你阻住條路是對達至你的目標幫助不大，我認為不會因為堵了條路政府會改變他們的立場，我有分析給他聽，但是至於是不是要他沒了份工，要他家裡經濟進入一個好即係
不足的狀態，狀態不是我想做的事、嗯啊、我認為他有機會明白到做這件事不會達到他的目標、他以後、啊、我跟他說你以後不要又去那些地方再來一單我就未必保你的了、嗯啊、真的要在承受過他做出來的後果之後他才知道哪些事情做來無益，這個、就是我的判斷，但我不是你去死啦，抵你死啦，現在我叫你不要搞，你是要搞，遇到個別的人我都會、我沒有下order說不要請、黃的，我反而跟啲搞黃色經濟圈說，喂，這些你實力不足、啊、你經常叫人哋要界線分明，你知不知道你的老闆很多都是難的，我認識的商界很多都是難的，你是不是不幫他打工先，我夠難你又幫我打工、啊、如果你要堅持原則你沒得做的了，幸好我不堅持而已，我跟你沒有界線分明，我就繼續給你做，如果我跟你有界線分明，好多沒得做的了，在你的角度其實是有彈性處理這件事，處理個人和處理那件事的是非是兩件事，我不贊成，我說堵路，我說你是不可能 透過堵路、令到、北京又好港府又好讓步，我認為這個是沒有用的、啊、我認為五項訴求是達不到的，那達不到你去追求，你就浪費自己的、青春、啊、所以你要追求一些香港人有得益的嘢啊嘛！你一路強調緊係可唔可行？嗯，有冇面對現實？嗯，咁而當個現實嘅代價或者我哋嘅消耗太大啦，我哋同嗰個理想好遠啦。咁作為一個成年人，作為一個現在喺社會上面有 position 嘅人、嗯，你會點樣同年青人去分析現在的狀況呢？如果他們願意跟我討論，我當然可以跟他們討論啦。如果、簡單來說，我相信就雖然我願意討論，我都相信我的討論是不是那麼輕易改變他們的想法的。我認為一個人只會在環境改變後先會作出改變，佢先會作出改變嘅、啊、所以我唔熱衷主動去說服佢噶，我等佢、自食其果嘅啫嘛，啊這個世界有一種叫後果懲罰法，嗰樣嘢啱定錯，可以由個後果所帶嚟去等佢自己去發現咯，所以我唔使講。改變世界，梗係改變世界啦！有個講法叫年青人想改變世界，成年人想改變年青人。咁你而家咧？你而家覺得係咪世界改變咗你？我當然喺一個大環境下要適應嘅世界，咁所以好多改變都係個客觀環境使然。所以你話世界有冇改變我咧？當然有改變我啦，但係我亦都想改變世界。你覺得理想中嘅大人係點㗎？以前有一句説話：如果你喺30歲之前唔信社會主義，你係一個冇公義嘅人。如果你過咗30歲仲相信社會主義，你是一個不懂得現實的人。你覺得你有沒有成為理想中的大人？我現在都基本上有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
人生都冇咩太多嘅迷惑，知道自己應該行條咩路，甚至我已經可以話朝聞道，直死可以，所以都死而無悔。